哈，你说什么？我想你被花莲风吹到头昏了吧？有道明寺吗？还是花泽类？在哪里？没有哎、欸，什么都没有。同意女生其实对啊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采纳了。你看，盘腿的盘腿，那休息的那发呆发呆。那你看那个谁 ，Linda 聊天呢、欸？他有在看我们打球吗？压根都没有在这环境里面。但经典还是佩芝啊，就人家在打球了，如果没有拍到合照。